咁我哋物流同供应链多元技术研发中心咧，最大嘅理念咧，就系希望利用我哋嘅科研，能够帮到香港嘅中小企。我哋着重于咧而家一啲最新嘅科技元素，呢个包括话物联网啦、卫星定位技术啦、人工智能啦、大数据分析啦、机械人自动化啦等等。咁我哋每一个科技咧，我哋都有涉猎嘅。所以我哋就叫做多元科技中心。咁当我哋研发咗有成果咧，我哋会先俾人哋试用。咁同时间咧，我哋会将呢啲科技咧转移出去。咁利用一个合理嘅价钱，能够咧做呢个技术转移，俾一啲科技公司啊、生产商啊，等佢转化成为一种科技服务或者产品。咁我哋當然啦，專注於物流業界啊、貿易啊、供應鏈啊等等嘅。但係咧，近年來咧，我哋都做到好闊噶啦。我哋亦都將呢啲技術咧，就俾建造業啦，亦都有做好多社會嘅服務，尤其是老人科技等等。咁我講兩個都幾有用嘅例子嘅。第一個咧，我哋好榮幸咧，過去幾年咧。同香港海关合作做咧，就是利用物联网同卫星定位咧，做咗一个电子锁嘅系统。佢只要喺原产地通过当地海关嘅检查咧，那个运送车咧就可以利用我哋嘅电子锁，就将佢锁起嚟。锁起嚟咧，沿途咧佢喺内地咧。就由內地海關無線同埋衛星監控，一過咗嚟香港咧，就由我哋香港海關咧無線電同埋衛星監控。咁呢個流程一過咗咧，我哋喺落馬洲呢啲咁樣嘅關口咧，佢就唔使停噶啦，可以將兩個小時嘅檢驗工作咧縮短到變五分鐘。另外一個例子咧，我哋就利用咧無線射頻技術做咗不同嘅標籤。我哋利用天线接收技术同埋系统咧，将呢啲标签抌落去老人家嘅衣物度。有呢个脑退化嘅老人家咧，就唔容易走失啦。可以睇到咧，类似嘅科技，我哋又可以用喺业界，又可以用喺咧社区嘅工作。